来一波回忆啊，有没有认识这个的？一颗，来，我们给他做一波爆米花。看到吗？里面是汽水的。来，我们打开，倒进去。这是一个奶香的爆米花，把我打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有没有认识这个水果糖的？啊，不对，它叫汽水糖，怎么叫水果呢？然后今天咱们拿这个童年的回忆啊，有吃过这个糖的吗？吃过这个糖的，就把你的年纪给暴露了啊。小时候我们就是吃这个糖，有没有跟我一样大的？有没有看到回忆？哇塞，不知道它能不能做爆米花，感觉有点放少了呢。再来两颗，这是咋办？哇塞，挺好看的，原来里面它不是白色的，是各种颜色的，就黄色、绿色、粉色、白色。哇塞，挺好玩呀。好，我们搅拌均匀啊。它里面是汽水，甜水，有吃过的吗？吃过的举个小手。好，马上要爆了，马上要爆了，马上就要爆了，我感觉。哇塞，好香啊！哇塞，太棒了吧，味道上来了，马上就爆了，马上爆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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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马上，来爆了爆了，盖上盖盖，我们开始轻轻的放下锅。今天给大家做这一锅呢，是咱们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啊，满满的回忆感。开始放锅，轻轻的放上，手别停啊！哇，太香了，好想让你们闻一闻，香不香？来，来闻一闻，哇，超香的，哇，太棒了，哇塞！勾起你们回忆的爆米花来了，哇，太赞了啊！